美女，麻烦你帮我钥匙捡一下，行不行？啊，可以可以，谢谢你啊，谢谢谢谢。哇，你的鞋带都散掉了。鞋带什么时候散了？你腿怎么了？腿受伤了。哦，要不我给你系一下吧。谢谢啊，没事没事。喂，是郝美丽吗？啊，对对，是的呀。我是人事部经理，你今天第一天上班就迟到了。啊，经理，你听我说，我就到你楼下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别解释，别解释了，咱们公司不需要你这么没时间观念的人，被解雇了，明天不用来了。哎呦，这怎么就挂掉了呢？是美女，你赶紧去上班吧，别管我了，是鞋带啊，我等一下回家再系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美女，我来帮你系一下。今天真不好意思，你看，因为我的事情啊，把你的工作都给弄丢了。是的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挺受伤了，要小心一点的。没事，谢谢你啊。哦，对了，啊，你不要往心里面去。你看我工作没有了，可以重新再找的呢。真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啊。没事，你到哪里去啊？是不是到前面那医院去、啊？对对对，我就到前面医院。要不我送你去吧？不用了，你赶紧去上班吧。没事没事，来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